一片乌漆抹黑，明明才晚间7点多，台北市士林区却无预警大停电，让附近居民超级傻眼。民众拍下停电时刻，纷纷抱怨无电可用，路上就剩车灯，只能摸黑回家。不止民宅没有灯，就连士林捷运站一旁的饮料店、小吃店，通通没电，业者被迫停下手边工作。有影响啊，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旺的时候啊。对啊，7点半到9点之间是我们。 晚餐加宵夜场的时候，店家完全没收到通知，锅里炸物都还在炸，赶紧捞起，完全无法做生意。另一边的饮料店也手写公告，因为停电要提早收店。正忙的时候，对，还有那个饮料卡在那边不能出杯，好像只有部分路有停电。嗯，对，外面那排没有。check 一下。 台电紧急派人到场抢修，表示因为线路故障影响文林路、中正路一带，大约有565户停电。近期停电频传，大大影响生活，也让民众忧心，恐怕这个夏天会无电可用。记者张正明、杨宗彦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 常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7，若愚帮你来打折。